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我给自己打气呢。紧急停车启动，智能模式介入。你不是说你四年驾龄吗？怎么把车开成这样？我没想到有一天我这样开车。我试试。没事吧？谢谢。完全没有驾驶经验，结果简历上写着四年驾龄。小莫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不是想着我就面试个视频编辑，我写会开车也用不着吗？嗯，不对啊，他怎么知道我简历里写了什么？你们两个先上车吧，